好，我不冷啊。我刚看你的标题，女神来了是在说我吗？没有，并没有，改标题了好吗？上车了呀。什么？对，就这么开，小心小心。衣服。你什么？我妈妈听到车声了。你妈听到车声了？她说你要出门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她说你说要去见那个酷酷啊。啊，她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跟她说过啊。嗯嗯，然后呢？她说没有啊。好久不见啊。不久啊，那天回到店怎么我觉得这车坐起来没有那个舒服。没有488舒服是吧？嗯。488是舒适型跑车，这个是，对不起，这是，对不起，这个是运动型赛车不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？这个好看啊，就跟你一样啊，你也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哥哥。我喜欢舒服的。你喜欢舒服的？嗯。你的意思是要买回来？没有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喜欢好看的，我喜欢舒服的。那我还舒服吗？不舒服，坐着都不舒服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刚才那个晃动那几下，有点想吐。你说把488买回来也不是不可以，咱们又不是差钱的人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干嘛？搞什么？咱们又不是差钱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我买回去啊。你是用金钱可以来衡量的吗？如果你想用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有口香糖吗？嗯。啊？什么？有口香糖？可以买啊，路边可以买，你去买吧，好吧，你说。我不想，太麻烦，这个上车下车也特别麻烦，特别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撞到头那下挺尴尬的。你还撞到头了？对啊，就挺尴尬的。那天就是在 KTV 见你的时候啊，就很不知道什么，就挺紧张的。因为人多嘛。没有，就是在楼下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，哦哦、是快见到你的时候也挺紧张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说爱你或喜欢你啊、哦，就是那种莫名的紧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今天就会好很多，可能是因为单独吧。就人太多了呗，走呗，去买吧。去呗。孩子想吃口香糖，加可乐吗？啊，对，可以啊，你去吧。一起吧。不行，你吃嘛。开不来门，你告诉我。没有开不来了，麻烦了。避免尴尬，但是出去也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最近蛮想你的吧，感觉。屁嘞，没有，你讲话每次微信发你都这么冷漠的回复我，我已经对你已经挺绝望的了。我什么时候对你冷漠过？有啊，每次一呀二，我都不想回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说在不在，宝贝？每次一。我真不想回你，不知道你一是什么意思，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用一很潮吗？啊？一，你给我个解释，为什么每次要发个一？一就是在吗？那你不能发在吗？在那比一要亲近很多啊，每次一个一。一不觉得很亲切吗？没有啊，我只能说二，对吧？啊。然后聊聊就不回我。不是工作嘛，聊着聊着就去忙了嘛。屁了，你大半夜忙什么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大半夜？哦，昨天是吧？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子、啊，大半夜的就不回人了。还有我发你为什么不回我？那我怕你不方便嘛，大半夜。我哪有不方便？我非常方便啊。是自己不方便吧？主要是睡着了可能。别来了，过了会就回我了。来，你讲。其实我群发了。原来如此，给我来一片。不可能，群发的。我把你的那个，把你的那个朋友圈都屏蔽的，就是不看你的动态。
我动态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嗯，对啊，就发卖卖吃瓜什么之类的，跟那个租赁一样的。我他妈把丝袜吗？我还以为你转行了呢。就好多人跟我说，库总转行了，卖车了。对啊，你不是整天发这种东西的吗？要么那个什么，那个朋友圈上面那段字是什么？那段字是什么？什么字啊？你好，再见是吗？对。你好，非主流啊！你好，再见，怎么了？跟我说说看，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让我开心一下呀？我已经改了很久了，这签名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那说啊，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让我开心一下？我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开心个锤子！你说嘛？我今天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要见你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你的笑容洋溢在你脸上，哎，那种幸福是装不出来的呀。他在伪装自己，我知道，我习惯了。有吗？有啊，他在伪装自己。等等，我想问一下。哎，说。上回。嗯。KTV。嗯。喝完酒之后。嗯。问了我两遍回家了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有问你吗？有。没有啊。还连续过了半个小时问了我两遍回家了吗？我不是担心你吗？我怕你喝多了回不了家呀。你想跟我说？我想干嘛？不是，你想干嘛？你告诉我。我不想干嘛，我就是关心你一下嘛。那我想，如果你没有回家的话，送我回一下家呀。我喝酒怎么送你回家？明知道。那我就想关心一下你有没有到家嘛？怎么啦？我群发的。跟我一样是吧？对啊，群发的呀。要扎就扎的彻底。对啊，怎么啦？钓鱼不行啊？他们讲的钓鱼啊？就跟一样的，跟十几个人问，十几个妹子说在干嘛？对啊，回家了吗？回家了吗？回家了吗？总会碰到一个不回家的吧？反正你后面就没回我。我回你了，我说没回家，然后就。你说你回家了，你说刚到家。啊？你刚开始说还没去酒吧了，后面我想你去酒吧应该很快会回去吧，然后我又发了你一遍，我说回家了吗？你说嗯，刚到家。那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觉得带狗应该是属于我直播里面的第一个 CP 吧，完完全全的。所以是 CP 啊，真是，不是你最爱的女孩吗？那人跑哪里去？我不知道哎。不知道他人跑哪里去了，不管他了，我等一下，他肯定想跑单吧，这个鬼，真是请我吃一顿火锅，人居然跑掉了，接妹子去了，回家去了，真假的？拿东西，到底是干嘛了呀他？换手机了，回家了。你们不要了，你们不要骗我喂，你们说实话喂，表哥来了，真的假的？骗人吧？打个电话。说，那到底干嘛去了呀？换下一个去了，不会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这样子的，相信你们骗我，你们吃播。打电话去了吧，带狗变丑了，明明是变美了好吧，他们都说我变美了，就你们说话。应该是变瘦了吧，变胖了吧。
饭吗？啊，没事，不用，谢谢。拜拜。长大要酷酷。吃没了，没关系的。自己算，我换个手机。那我换个手机直播啊，这手机我属实看不下去，兄弟们。为什么？好难受啊，这华为手机看的。你之前不是就用华为直播了吗？我就用的是三星。有区别，你看。这好黄啊！是吗？这头好大、啊。这头好大、啊。